左侦人发现微弱主动脉冲向，有声呐，加强搜索班情。是，加强搜索班情。听众发现赶紧分析视频。 与老猎手过招，常规手段很难奏效，必须出奇制胜。我们利用新型潜艇隐蔽性能好、机动能力强的特点，采用静音工况航行，先让敌方失去潜艇的踪迹，从而摆脱跟踪，为反击创造条件。 当年我们在船厂接桩的时候，厂里的老专家就说过，把潜艇交给这样的艇长，他们很放心。停车，转主电机航行，前进三，准备中途路径。作为射战指战的杀手锏部队。 在未来海战中，我和我的艇员们将始终保持弹马弯弓的戒备状态，蛰伏大洋，时刻待战，随时能战。